从台北车站到芦洲可以搭这种车，不用钱的哦，一个小时一班，不错。但是它开的速度很快。这水哦，就是因为这些废水排一排，变成这样脏脏的，所以环保局很重要。所以环保局就要紧的，环保局若是没有好好的策略的话，可以加倍有税。在这边等车，OK。